咗才哥话非遗嘅时间，今日咧我哋为大家介绍七姐达，咁啊亦都系有大家耳熟能详嘅，就七姐咧系乜嘢咧？就其实咧系讲紧七夕，就系、是、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响银河相会嘅故事，咁啊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嚟嘅。咁啊，當然咧，呢個七姐誕咧，亦都係香港嗰個名錄裏邊咧其中一個。我哋到而家為止咧，香港有480項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嘅。咁咧，亦都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得到呢個歐志堅博士，佢係樹仁大學歷史系嘅教授，為大家分享呢個嘅七姐誕嘅故事。今天很高興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舉辦這個的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特別是講及七夕文化。第一點，究竟牛郎織女故事是本來是上天的一個自然現象，怎樣去到歷代的改變呢？包括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何時會涉及了人的在裡面呢？本來有自然現象落到人的社會，為什麼呢？我們未見過牛郎織女，咁你點知道佢係牛郎織女呢？咁就將嗰啲嘅神話故事咧，所以具象化。而家我成日講叫 materialize 咗佢。咁因為只有嗰個形象存在嘅話，民間先至會知道呢個叫牛郎織女。以前我哋成日會所講嘅宗教迷信，其實我哋學者太過強調咧，即係我一直以嚟研究方向就係學者同埋信仰嘅人咧係有矛盾性嘅。咁啊，但係當我哋去到而家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即包括日本嘅智和善治老師啦，咁同埋台灣嘅林維斌教授啦，開始睇翻咧，我哋冇去虛心地睇過咧，信徒究竟點解會信呢個嘅宗教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最好了，即是看信徒的生命，但是似乎我們中國的民間宗教呢是沒有看過這個信徒生命。受到什麼影響呢？就受到一直以來我們經常說五四運動之後的所謂迷信觀念。我們就開始，我的文章其實就是說叫神靈情神靈巨現，即是神靈怎樣是怎樣藉著現在的物質化的神靈開始物質了神靈，雖然中國人的字眼翻譯的時候難聽一點，叫物質好像即降低，但是說其實怎樣將我們的神靈是呈現出來，因為有個形象的話我們可以傳來，包括我們經常會說的七姐盤，包括我們經常會說的七夕儀式，每一年的在農曆七月初七在北角那裡都會有一個的香港雲情詩館都會做的，那怎樣將個有張橋 有人扮牛郎織女啦，甚至乎呢在廣州的珠村呢都會舉行一個的選美會，甚至乎將它變成教材。我們今天看回個觀點，就是可能選美太庸俗化了，但是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夠將神靈傳下去的話，神靈的形象傳下去呢就很困難了。我前幾天都參與過上星期六參與了關帝文化節，我們經常都說關帝形象是怎樣的呢？是不是照看著赤兔馬呢？究竟是不是那怎樣是將關帝這個形象開始藉著我們民間生活再呈現出來呢？那就是我們所關心的一個課題。另外我們看到就是中國方面其實就是將我們的七夕文化節是變為了中國的情人節，就最主要就是說怎樣藉著一個地方的一個呈現出來。我們從事這個研究的時候發覺一直以來我們的同節有不同慶的，包括什麼呢？就是有些地方是七月初六，有些是七月初七，有些就是當然啦，據個守孝啦，個傳統嘅都保存翻喺度。咁七姐盤啦，嗰個嘅衣服啦，咁亦都係有啲地方咧，就係有啲地方就係冇用，有啲地方冇用冇拜七姐盤嘅喎，咁呢個技藝點傳咧咁樣？咁頭先我哋啱啱講者唔少提及我哋嘅七夕文化會同傳承嘅關係，喺我哋見到嘅。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因為我哋以前曾經好多朋友從事絲綢紡織事業啊，喺香港嘅60年代仍然都有好多工廠咧，都係拜七姐嘅。
咁但係隨住我哋嘅工廠不宜啦，咁於是我哋就七者呢個信仰漸漸係淡薄咗。咁我哋見到，所以神靈係會有特別地方。咁啊，我哋另外一點亦都會講及啦，七者嘅場地係遊樂場嘅場地啦。咁啊，點樣組織啲人民啊，特別做得市民啦參與咁。當時六十年代嘅好多婦女會咧，都係參與七夕依個嘅節慶活動。咁啊，後屘提過啦，係我哋嘅喺過去依本書嘅籌劃嘅時候，就係得到咗廣東嘅珠村啦，同埋廣州三元宮啦，同埋香港嘅雲情詩館咧一齊合作緊。我哋而家都係做緊嘅，就係點樣將而家就應該係希望喺大概係年尾啦，會出一本書噶啦，就係將嗰個七夕咧變為咗教材。咁頭先朋友好多都講係，因為我係編教材，咁編教材。咁咧就而家我哋嘅通識課程，就算係我哋嘅公民與社會發展嘅新課程都啦，其中一個課題就係講傳統文化同現代啊嘛。喺未改革之前嘅通識課程裏邊，都係強調傳統文化同埋當代中國點樣結合嘅。咁我哋依個課題就係會將依個課程擺入去。咁頭先越南文化節啦，如果朋友見到公共圖書館咧，都有我編嘅同潮商會合作嘅，喺三四年前就係將越南文化咧變為咗教材，咁咧係地方會中學用緊，咁同埋咧就特別咧同埋你可能得意啊，我哋連天主教嘅中學。同埋伊斯蘭教嘅中學咧，都用緊我哋個教材，因為嗰個教材係結合咗咩咧？當代中國嗰個課題咯。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朋友都見到點樣係，如果係將嗰個嘅傳統宗教信仰或者宗教信仰能夠係傳播去咧，其實有賴好多嘅而家嘅課程啦、課題啦、政府啦等等合作。咁就其中一樣就係怎樣從翻我哋嘅民間嗰度入手，或者基礎課程入手咧。咁其實我篇文章裏邊咧就係最關心嘅課題。咁當然啦，如果同嘅有興趣嘅話，就歡迎你購買呢本書，都話説實有嘅。咁啊叫《節慶與傳播啊七夕文化》，咁啊有少少嘅有分享。咁再一次代表我哋嘅主辦單位。喺香港樹人大學研究學部，我哋嘅另外一個合作嘅單位文化力量注意衷心嘅感謝。首先好多謝歐志堅博士今日嘅講解啊。咁啊，七月初七咧，我哋係中國嘅情人節，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得到領會到呢個嘅中國人嘅浪漫嘅色彩。咁啊，其實我哋香港喺坪洲呢個地方，喺每年嘅七月初七咧。亦都會舉辦一啲嘅拜神儀式，咁啊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參與一下。下次再會，我哋繼續講飛圍。